本次考试每个人都考了100分，这是老师给我的奖牌，好开心呀！我要拿回学习本抽看看。哼，白雪，这次又考那么好，我明明都是零分，一个奖牌也没有。以后再见，又该说我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咦，这不是猪八戒吗？猪八戒，你可以帮我变一些奖牌出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我哇，这么多奖牌，比白雪得的多多了。嘿嘿，马上拿去给公公，公公肯定会给我奖励的。哦，准备回家喽。哎，这个公主连声谢谢也不说。哎，忘了告诉你啊，这个奖牌呀，最害怕小伙伴们的红心和小树叶了。只要他们点击红心和小树叶，你的奖牌就会变成假，它是假的，就会消失的。哎，不管了，我呀已经告诉他了。走喽，母后，我们回来了。哦，白雪得了这么多奖牌呀？啊，贝儿的更多。这次考试成绩都很好吗？对，母后，我门门都考了100分。哎，白雪考了100分，得了这些奖牌。可是贝儿，你会比白雪的100分还要高吗？不是最高成绩是100吗？母后，白雪呀，她考了0分，我呀才考了100分呢。哦，是怎么回事？母后，我真的考了100分，这些是老师发给我的奖牌。我的也是老师发的奖牌，你们两个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小伙伴们，谁在撒谎呢？你们呀，千万不许拆穿。这次想去远方的山川，想去海边看海鸥。哎呦，我的房子简直太乱了。贝尔姐姐，不好了！哎，白雪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我收拾一下房子吧。哎呀，贝尔姐姐，今天我没有办法给你帮忙了，因为王后要把我送给巨人将士。啊，巨人将士多可怕！白雪，你别害怕，快起来，来藏到贝尔姐姐的房子里面。虽然有点乱，你别嫌弃哈，我可不能让我亲爱的白雪妹妹被母后送给巨人将士了。赶紧关上门！不行不行，我红龙是打开门，不就能看见白雪了吗？你们快点点击小树叶，帮白雪妹妹隐身呢。哼，谁敢帮白雪隐身？我要把小树叶藏起来。贝尔，你怎么这么笨呀？我把白雪送给巨人将士，你不就能和王子在一起了吗？我不要和王子在一起，王子喜欢的是白雪，我可不要和白雪抢。哎，贝尔真是一个傻瓜，我要把小树叶紧紧的攥到我的手心里面。你们谁也不许帮白雪隐身，你给我出来吧！母后，你干嘛呢？白雪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来，快点，我好了。哼，家伙！巨人僵尸，快来呀！不行不行，小伙伴们，快点击小树叶帮白雪隐身呢！来不及了，母后已经喊了巨人僵尸，他已经向这边走过来了。白雪现在很危险，小树叶快点起来！不行，再重新关上门吧。白雪在哪儿呢？巨人僵尸就在这里。啊，怎么没有？母后，你骗我！啊，我没骗你。哼，你呀，给我走！三个都不许给我动啊！我听说你们三个奥特曼里面，其中有一个是假的奥特曼，赶紧再给我重新招来，谁是假的奥特曼，我摇头不死。我是真的奥特曼，我才是真的奥特曼呢！你们都不是，我才是真的奥特曼呢！好了好了，你们三个吵得让我头疼，那就让小朋友们来分辨吧。听说小朋友们的红心和关注会使那个假的奥特曼现出原形来，我们就等着吧。我告诉你们，小朋友们千万不要送哦，送的话我就现出原形来了。呀，哎呀妈呀，大哥你在干啥呢？你撅个大腚搁这使啥劲呢？哎呀，是二弟呀，我在这练功呢。你练什么功啊？还得撅个屁股在这练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发现个绝招，我们把自己趴在地上，快你也趴着啊？干啥呀？那我也趴着吧。哎，咱为啥搁这趴着呀？别说话了，因为植物大炮他们那炮就打不到我们了，从我们的身上飞过去，我们趴下来，他不就打不到我们了吗？哦，好像也对啊，那我就跟你在这练一会儿吧。啾！大家好，我是奥特曼，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地球，打怪兽，打僵尸，打坏人。哎呀妈呀，看来这大炮可没有坏人，我还是换个地方吧。啾！哎妈，哎妈呀，大哥，我好像被踩中脑震荡了。你还好，还有个安全帽，我这大脑壳子是生生的被踩到稀碎呀。姐姐，我今天呀钓鱼给你吃。大鱼上钩，哈哈，快看，我钓到了一条。我乔治呀，再来给姐姐钓鱼。来来来，还哦，哇，看我厉害吧，哈哈，我钓到了两条，一下子。哼，有啥厉害的？你别钓了，我呀不吃鱼，我呀就吃你好了。啊，姐姐，你怎么可以吃我呀？嘿嘿，我呀就想吃你，怎么地吧？哟，佩奇，你怎么可以欺负弟弟呢？哼，你个坏人，你呀不要多管闲事儿。哎呦喂，我呀可是奥特曼，我呀是好人，我看你呀是坏人。哼，我呀是好人，我可是小朋友们呀最喜欢的小猪佩奇哟。哼，我看你呀肯定是假冒的，你呀赶快现出原形吧。哼，我就是小猪佩奇。小朋友们，赶快点亮这里的小红心，还有这里的小叶子，赶快让它现出原形。好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千万不要点亮小红心和小叶子哟。哈哈，害怕了吧？小朋友们，赶快点亮小红心、小叶子，咱们一起来看看到底他是谁。你是谁呀？怎么长得怪怪的？你怎么长得这么丑啊？你才丑，你才丑，你全家都丑。哥哥，有人说我丑。谁说我弟弟丑来着？哎呀妈呀，来一个更丑的，我也叫爸爸，爸爸你快来，他们好像要欺负我。谁欺负我的儿子啊？我们没有欺负你儿子，是你儿子说我们长得丑。爸爸，你看他们长得多丑，这个嘴怎么还撅起来了？那个嘴怎么还长到头顶上了？谁说我们长得丑？我生气了。爸爸，你快看，又来一个嘴巴长到头顶上的怪物。你说谁呢，小不点儿？再这样说，我们要向你开炮了。妈妈，快来，这有怪物要欺负我们爸爸。我来了。你们全是怪物呢？你们全家都是怪物。我们可不是怪物，我们是奥特曼家族。啊，你们真的是奥特曼家族吗？是每天都做好事保护小朋友们的奥特曼吗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要问小朋友，小朋友们，他们真的是奥特曼家族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你们发送小红心告诉我；如果不是的话，你们发送笑脸，然后我就开炮。